出现僵尸危机的时候找胡子就对了。嘿嘿，这位观众，你真是有眼光啊！没错，僵尸末日来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存活好一段时间的。而事实上，僵尸末日真的要来啦！不过不是在现实中啦，今天来跟我说胡子。没错，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有观众在底下的留言区说，哦，僵尸末日的时候到胡子家一定很安全，然后僵尸危机的时候胡子一定可以存活很久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那么虽然这个想法应该是没有办法在现实中验证哦，但你们可以在《末日希望》这款游戏里面和我一起比比看，到底谁才是僵尸危机来临时的末日希望哦。末日希望是一款像素风格的末日生存游戏，面临僵尸病毒爆发的死亡威胁，我们不只要找寻妻女守护家园，更要利用身边的道具制作出各种武器，主动出击，棍棒挥舞，枪炮齐鸣，将你的愤怒倾泻在成堆的僵尸上，享受这场肾上腺素狂飙的末日盛宴吧。没错，大家在留言区敲碗敲了那么久，终于有僵尸危机类型的游戏来找我合作啦。那么既然机会这么难得，末日希望又是一款以主动出击为主打的游戏，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试做一把适合在僵尸末日当中使用的武器吧。那么说到僵尸末日嘛，各位有看过《魔戒》这部电影吗？里面有一位精灵神射手叫做 Lacklus， 这个角色不止人长得帅，武艺也非常高超。面对半兽人大军的时候，远可开弓放箭，近可白刃肉搏，可以说是一位全方面的战士。那么我盘点了一下我自己以前制作过的装备哦，防具有盾牌，近战武器有刀有剑，中程武器有那把长枪，远程武器的部分虽然有 JSPB 枪，但是这个东西射速实在太低，面对僵尸大军的时候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。那之前试做过了两把弓，一把耐久度只有3，一下就坏掉了；另外一把磅数太高，根本就拉不开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来试着用手边就拿得到材料制作出一把趁手的弓，然后再试着看看能不能像 Lacklus 那样行云流水把僵尸大军打趴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立刻就开始吧。那我们这次要使用的材料呢，跟第一次一样是用竹子。不过我第一次在制作弓的时候，因为在弓臂的中间打了洞，导致它的强度下降，所以拉几下就裂开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会针对这部分做一些改进。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，等一下呢我先拿喷灯把这边整只竹子通通都烤过，增加它的强韧度，然后取适当的长度了之后，直接把它切成两半，把它两片这样子装在一起当成弓臂，再拿另外那一段切成适当的长度装在中间当做握把，再用来把它固定起来的东西就用这个我很久之前买的超强胶带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花了一点时间整理了一下竹子，然后把它们烤了一下。哈，你们看这个自然的弯曲度，然后这样子弯的时候，感觉非常的有弹性呢。虽然跟我在教学影片上面看到的弹性还有一段差距啊，不过我觉得再烤下去它可能就要焦了，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子就烤了啊。那我们这一片就是前面的弓臂的部分，那如果只有这样一片的话强度不够，所以我们这边另外一片把它从这边这样子加上去。然后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块比较短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刚刚从这边切了一部分起来，那切下来这一块呢就把它倒过来，那这样子把它粘起来了之后，再把那个弦上上去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射了吧，应该啦。对，因为我看那个上面的教学影片是这样子而已，所以总之呢我先把它一样画葫芦一遍了，看看哪里有什么问题。好， OK， 那我们现在呢要把前面这边给它切出一个上弓弦的一个切口。搞定，两边的这个沟槽已经切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步呢，就是把它这样子粘上去啊。第一次尝试这种工法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如果第一次的制作成功的话，代表这个东西非常简单，简单到就算在面临僵尸危机的时候也可以轻易的做出来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立刻把它这个粘起来，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吧。哇，这个真的不愧是超强胶带哎！你看，为了防止它胶带粘到它自己下面的那个胶带，所以它中间有一个膜，这样子把它分开来。那现在这边只有缠一圈的感觉，真的是完全不会动哎！这超强胶带好像有点厉害哦。完成啦，嘿嘿，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样子啊！既然是烤过的，弹力应该还不错吧？我们压压看。为什么？
我这次已经把竹子烤过了，为什么还是断？而且断的方式跟上次一样，就从中间这样爆开。奇怪了，不是说竹子烤过弹性就会变得比较好吗？因为我看网络上有一些竹工的教学影片，他们的竹子是那种现砍下来的那种翠绿色的，就拿去烤。但是我弄不到那种竹子，所以我用的是那种人家买来那种园艺用的白竹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这个竹子其实已经烤过，它里面已经没有水分，它已经定型了，所以其实用这种竹子是没有办法用网络上那种方法来制造的。那么既然我手上的这个竹子没有办法做出一把趁手的弓哦，那我们就换个材料吧。没错，又是我们的 PVC 水管啊。上一次做的那把磅数太高了，这次呢我们使用直径比较小的水管，这样子磅数应该就不会有那么高了吧。而且因为这是第二次制作，所以这一次我想要试着加上滑轮，做成有点类似复合弓那样子感觉。那我们一样废话不多说，立刻就开始啦。好，拆出一段水管，然后大致上把线都画上去了之后，接下来就要进入最难的部分，也就是要塑形啦。那之前我一直都是用热风枪，但是经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网友留言提醒了之后呢，这次我开始改用这个喷枪了啊。那这次也算是我的喷枪初体验了，所以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害怕，我就不晓得喷下去会不会喷得太大力，就是把它烧焦之类的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等它通通都软掉了之后，我要怎么把它压到完美的形状这样。不过那个等一下等它弄软了之后再弄，应该没有那么难吧。好，那总之我们先开始烤管吧。扁度已经把它大概调整成这样子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给它装在底下这边，但是我有点担心这个 PVC 到时候承受不住那个拉力哦，所以我这边要再给它做一下加强。它加两块 PVC 板到这个里面来，这样应该可以起到一些强化的作用。OK， 两边的滚轮都已经装上去了，那接下来呢，只要把这边烤出一个弓的弧度，最后只要把弦射上去就搞定了。那接下来烤出弧度这个部分，我猜应该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难的，不止它的曲线要做出来，也必须要保持它的水平，同时要注意它这个弓臂的扁度不能跑掉，真的是非常困难的，我想起来就非常困难。不知道第一次使用喷灯烤管的我能不能顺利完成哦，总之我们先试试看吧。 Music。想象中的困难，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一开始在烧这边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只要让它全部都软掉了之后，拿着中间它就自己有一个很漂亮的弧度垂下去，所以我就想说全部都加热之后让地心引力帮忙就好，结果烤着烤着一个失神，在同一个地方多烤了2秒，在这里就有点焦掉了，不过这个应该不影响使用啦我猜。那完成一边要弄另外一边的时候就遇到一些麻烦了，各位可以看看得出来吗？这里有弯，然后到这里已经几乎就是一个直线，然后到这边忽然又扁下去，跟这边整个这样曲线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在想应该是我在加热另外一边的时候把它烤得太热，所以它整个就膨胀回了原来的原型了，所以基本上这整只弓是没有非常平衡的，不过我猜应该不影响使用了。好，那总之弓身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在这边磕两个槽，然后把弦上上去就大功告成了。总之是先把弦上上去了，不过因为我是第一次尝试这种上弦方法，所以应该还有蛮多地方需要调整的。 OK， 来 PVC 水管工 2.0 第一次试拉，拜托不要第一次试拉就挂掉，这样子我会很痛苦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10:30了，我来不及再做一把了。3 2 1。没问题耶，可以拉到全开耶，而且感觉有一些负担耶。来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几磅，这个是我跟 SJY 公园那边借来的磅数计哦。先把它归零了之后，
这样子扣着，然后这样子拉，拉到放箭的位置，看一下。哎呦，刚好25磅左右哎，我直接就做出我自己的磅数哎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25磅的话，感觉好像还可以再把磅数往上提一点哦。OK， 绑完，来试拉看看。这个磅数明显提升哦。哎，我直接来测测看是多少，刚刚是25，三二一，20。耶哟！直接提升到35磅，而且35磅我拉得开耶！我记得我之前最高差不多拉30磅而已啊。哎，这是健身有差哦。哇！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在这边加上一个让手可以握的地方，然后再粘一个从这边凸出来可以搭建的那种小装置，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。完成啦！我用那个束带的一角角做成那个靠箭的装置哦，哇，这样子绝对就没问题了。不过呢，为了避免这把 PVC 水管工2.0只是重看不重用哦，明天我们要到老地方 SJY 公园那边去测试一下它实际上的威力。那么我们就来个转场吧。OK， 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立刻来测试看看这把 PVC 水管工2.0的威力到底如何。来，第一次测试，三、二、一 ，fire！哎，不错哎，第一件就上把嘞。虽然说是在白边哦，不过是感觉再抓一下，应该就可以射到里面了。来，我们再多射几件。方妖孽居然在我的地盘撒野，准备受死吧！看起来我的工作室要更安全啦！面对僵尸末日，苟且偷生是行不通的，必须反抗，必须出击。只有击溃对手，我们才可以看到希望的曙光；只有奋勇战斗，我们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如果各位看完了今天的影片，觉得身心灵受到感召的话，现在就点击说明栏的连结下载《末日希望吧》。啊，顺道一提，我本人也会化身成游戏角色出现在剧情里面哦，赶快去下载吧！